的话就是放满了这个蘑菇菌种嘛，然后过年前他就寄到了，然后赶着回老家去过年嘛，然后就把这个快递就往桌子上一丢，那桌子上可能有点水，然后刚好那个纸箱碰到那个水可能有点湿，过完年回来一看，哎，怎么有个白白长出来了。